来了，松鼠来了！李佳，去把安娜叫上来。叫什么叫？不是刚出门吗？怎么样？哇，好丰盛啊！你不是刚出门吗？我这两天麻烦你们，出去买了瓶酒。我和李佳都不喝酒，那我自己喝喽。哎，我能喝酒，我陪你喝呀。那我先去生火啊。我帮你弄，继续。我帮你腌肉。啊？我是厨师。火好了吗？哎，李佳，你帮他去看一下，他不会弄那个炉，快快快快快！好啊。是黑胡椒吗？那我照自己口味做了。哦，我都可以。哎，要不你去冲个澡吧，冷水澡，冷静冷静。我怎么了？你都欲火焚身了。李佳，这个九阴白骨爪太难插了，你帮我插一下。给我。这个鸡爪呢，先拿刀尖扎一下，再穿竹签，就好弄多了。安娜，你好厉害，你能不能教我怎么插的？我得学。什么厉不厉害的？那个火好了吗？没好，你赶紧去弄啊！你那么厉害，你叫查查，你查呀、啊！那你来，你去生火，来你教我，你过来。什么？你先离火，李佳。李佳帮你。习惯一下，他们俩就这么相处的。她是女朋友。安慰啊，最好的时候。你干什么？你走开，自己弄。跟他聊什么呢？跟他很熟啊？不熟。不熟，你往地上在看什么？你是不是得注意一下？注意什么呀？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发情。你别跟我在这转移话题，明明是你盯着人家看。他说我，我在看别的。他不厨师吗？他那个手上那么大一个戒指，看到没有？搞了半天，你在跟我说珠宝？你们在说什么？啊？我们在说你很不一般啊，腌个肉还什么一般两般啊？怎么不转着身腌肉呢？李佳说，你戴着戒指做菜，不像专业的厨师啊。真的不像专业的吗？你给我们露一手，我们就信了。哎，多嘴，完蛋，我又惹着他了。专业的吗？不是像，就是。你不是来香港旅游的吗？怎么带这么多道具啊？谁说我来旅游的？我在香港的餐厅上班。你在香港的餐厅上班，那肯定有地方住吧？怎么还来找民宿呢？我可以不回答吗？你给我的感觉很不友好，好像在审犯人。法律规定不能住民宿吗？换个地方，换个心情，不可以吗？